晚上我老公就应酬喝多了，今天早上起来肯定很难受。我准备给他煮一碗开胃的榨菜肉丝面，感觉他最近还挺辛苦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宝宝之后压力越来越大。但是作为老婆，工作上我确实帮不到他，只能在生活上理解他，照顾他，给他做好吃的。配菜准备好了，肉丝、姜葱，还有一包榨菜和两个鸡蛋。先把鸡蛋给他煎了。料准备好了，我煮面。老公，你醒了。嗯。难受不？一点点。行了，我给你煮了面，起来吃面吧。啥时候煮的？刚刚煮的。嗯。好了，起来洗漱煮面，吃面了。这个面你往底下翻一下，都是肉。哦，都是肉。肉末面，自己擀的面。你猜？应该买的。你要辣椒吗？不要，要吃的不？吃吧。美好的一天从一碗面开始。